昨晚，季后父亲因为被栽赃而被秘密处死。预告中，他站在富察容音曾经站在的位置，和洪昼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以前一直以为有了权力即可保住家人，可是如今位高权重如皇后，依然没有保住自己父亲的性命。明明他才是唯一的好人，但是季后依然没有明白，作为皇后，天下之母，更应该舍旁人不能舍，而他的愚钝天真是最致命的。他没有笼络成功任何妃子，只有曾经救助过的洪昼愿意帮他。最可怜的是，皇帝根本没有对富察容音一样的对待他，反而经常冷落他。纯妃死后，季后想法设法的铲除太后和璎珞，结果引起两人抱团取暖，还让皇帝愧疚不已，怪罪了皇后。虽然璎珞跟随太后去了圆明园，让皇后和后宫嫔妃们有了各自的孩子，皇后更是连生两子，但是因为容妃的出现，所以让璎珞不得不回宫。皇后也暂且放下之前的恩怨，和皇后同仇敌忾，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乾隆和璎珞的感情更发生了微妙的关系。